学佛以前造了很多恶业怎么办？不光是学佛以前造了很多恶业，生生世世以来造下的恶业根本数都数不过来。华严经里说，若此恶业有体相者，尽虚空界不能容受。不过恶业虽多，也有化解的方法，那就是念佛。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万德洪名，包含了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明、无量寿命、无量智慧和无量慈悲。阿弥陀佛的所有功德都浓缩在此，众生只要开口称念，就能全部获得。无量寿经里说，岂有得闻彼佛名号，欢喜踊跃乃至一念，当知此人为德大力，则是具足无上功德。众生恶业虽多，但和阿弥陀佛的无上功德还是没法相比的。古德曾比喻，众生累生累世的恶业就如同空中的雪花，而阿弥陀佛名号就像是冶炼用的烘炉，雪花还没靠近烘炉就已经消融了。善导大师也说，利见即是弥陀号，一声称念罪皆除。想要消业增福，就赶快念佛吧。Namo Amida Phật.